车号2401R9，有车主在现场吗？2401R9。好，兄弟姐妹平安，会寒袂？哎，哇，不简单。外表冷，心灵热情，安尼袂歹。好，咱继续。过一个蒋介石呢，我没有按照战争法，国际战争法原来是要成立平民政府，他不但没有成立平民政府，反而他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那这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以后变成台湾省，所以金门马祖是福建省，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，但是因为因事实的掌权，当时所以把台湾这个本来成立平民政府的就改为行政长官公署。那他后面的做法就是成立台湾省，意思就是这个台湾也是中华民国的主权，也是领土。所以他用这样的一步一步一步把台湾纳入中华民国，所以他这里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。所以今天实际上他没有这样的事，没有这样的法源根据。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都是依法行事，而且这个法呢不是家法，也不是国民党的法律，也不是民进党、台联党的法，是国际法。那这个国际法，有听过初级班吗？原来中国的战地为王，他们一系列习惯的这样的口头，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是你战胜了，然后你占领那块地，就是你变成你的土地，好像这个都是因为我在台湾成为我的占领的地方，所以台湾是我的，所以常常用中国的思想观念占地为王。那实际上本来在拿破仑时代1830年的时代的时候，拿破仑时代之前都是占地为王，都是你征服了那一块地，那个国家就变成你的。但是在拿破仑时代那一段的时间，他就发现这样不对劲，所以他就召集几个国家在战争的几个领导者，他们就讨论。因为战争法是没有一条一条一条的，你看在1830年已经不得了，能够和在几个国家讨论说，安尼对即阵了后，那是占领的人来占领别人的土地，袂当当作你的主权，你不能当作你自己的主权。那我们做一个约法三章，就约束。好，你既然征服这一块地，你可以做你应该得到，而且你的福利应该利益都有，但是唯一的条件，战争法的规定，你不能把生命、当地的被占领土地、被占领的人的生命财产不能剥夺掉，也不能强迫生命安全，也不能强迫让他们当兵，因为你已经跟他作对了，你还要为敌人作战，你还要为敌人效忠，没有这样的天理。
所以那时候就改为以后的占领者，所以占领者不得移转主权，意义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战争法的两个铁则，第一个，占领者不得移转主权；第二个，流亡政权不能就地合法。就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延到一直到现在，所以今仔日台湾唔是美国的土地，是干呐占领的土地那点，所以只有占领，有一天它会结束，它会宣告我占领结束。那一直从过去的美国总统到现在，没有看过正式的官方文件说我已经结束了占领台湾这个土地，还没有宣告过。所以今仔日嘛是游玩占领者，就是美国。所以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主张，日属美占，就是安尼啦，是属的日本天皇啊，美国来占领。只不过美国委托蒋介石集团暂时管理那点，因为美国当时考虑到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他原来要亲自占领台湾，但是因为他也要应付苏联，也要应付南北韩，也要应付其他的国家，所以就产生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所以为了他自己的方便，所以他就看到说，诶，蒋介石你跟台湾人那个肤色你赶快了，可能比较好管理。那像我们美国然后管理台湾，诶，会不会听我们的话？刚好也是战略的需要，对不起，战略的需要，所以就暂时就给蒋介石管理。所以这样的原因去委托蒋介石，而不是把土地交给蒋介石成为他的土地权。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说，真正主要的占领权就是在美国。所以在行政长官公署的时候，那改为台湾镇政府。有一次在1945年8月29日，蒋中正呢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长官公署，所以变罪台湾姓。我听过不那个李总统，可能我们秘书长也讲过，初级班也上。本来李登辉他是特殊准国与准国跟中国的关系，就是说一个国家跟准国的之间的关系。那李登辉大概有意思说，那以后台湾可以成为一个台湾共和国。那只不过他不敢讲明，所以他想要废掉这个省。那要废省，本来决定了，后来美国就干涉，你不能废掉省，因为你一旦废掉省，就等于这个流亡政府趁机会他就会霸占台湾。因为原来的台湾是在战争法的规定，它只不过是被占领，那一旦台湾省没有了，废掉了，等于废掉了平民政府，所以美国干涉，李登辉说不能废省，可以动省，有听过吗？哈，就动省，所以意义就在这个地方。那本来要成立军事政府，但是蒋介石他也没有按照战争法的规定，
所以把台湾成立了台湾警备总部。这个台湾警备总部就专门杀人的，专门抓抓人的这样。好，原来他也把蒋介石也把这个太平洋地区，实际上是大东亚战争地区，因为一般是说，哎，这是太平洋地区，所以改为太平洋地区。那蒋介石把它当作中国战区，意思就是这就是我内战的，台湾是我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改为中国战区，没有别的国家来干涉，所以他就用改掉中国，改掉这个太平洋战区，改为中国战区。好，然后这个都是他自己篡改的，所以把真正的台湾的历史，还有我们当时的事件呢，也把它扭曲掉。那像这样，中华民国乱章无法，而且是好像是又像是又像不是，所以他也把你看看，在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在台北10月5号的时候，在那边接收台湾，在10月25号的时候，你看他们同盟国中国战区原来是太平洋战区，自己改了，在台北公会堂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台北公会堂？现在是中山堂。接受典礼的时候，受降日本投降的时候，那在中山堂里面，那有中华民国的国旗，然后竟然上面还有两面什么美国国旗，那意思就是，这就是我占领的主要占领区。还是我美国，所以一定要有美国国旗。不是有一段时间为了越南事件，那说随便打乱枪，还有菲律宾事件，那军舰的时候，怎么争来争去，马英九又不去出面，他怎么会出面呢？他不是一国之首啊，他也台湾不是国家。中华民国嘛是不是国家啊？所以谁出面？最后军舰一开战，然后进入到太平洋去，谁的国旗大辣辣的在那边飘扬？美国国旗。所以出面处理那些枪杀案件，说菲律宾枪杀我们台湾人的舰长。最后没有人出面，还是美国出面。那美国出面，当然因为菲律宾也是美国的占领区嘛，台湾也是美国的占领区，当然美国出面嘛。您知道那个八八水灾不？八八水灾3天前，美国就已经通知中华民国的政府，危险。赶紧签署那个小林边，那这个小林村呢，结果竟然没有听美国的警告，那3天后八八水灾就垮下去了。那这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要中华民国在山洞里面打一块大洞，那个是引水，你看，结果还是要怪这个平埔族，平埔族嘛是原住民的高山族呢，好像没有把高山族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。所以八八水灾发生过几天，哪一个最先达到台湾地方的直升机？美国直升机，而且驾驶兵是女将官呢。真的不得了。有一次松山机场也是一样，说为了美国的
一个妈妈她的孩子生病，所以美国这个是加油机，那个是加油的，等于算说飞机的加油站。那这个加油机呢，那到松山机场这边待命。那结果报纸登的是说，因为为了美国的子弟兵的病得很严重，所以就透过这个军机来送去到美国那边治病。有像你单纯啊，有那么单纯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他这个就是随时随地，他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时候他出现，老板就是老板啊。那当然了，还会应该也有通知，但是等到他们通知说，你还有几秒钟，那个风力不对哦，你要到几秒钟你才到。结果还在讲话中，那个军机早就已经落地了，已经在松山机场了。不需要你的塔台在那边在掌握，在那边引导啊，不需要。他对他的很清楚啊，美国都在什么地方都很清楚。我们看那个五峰乡的乐山基地，五峰乡，我们五峰乡太阳组的那个地方。有24名的美国军人在那边照顾反飞弹追踪雷达，那这个雷达呢是东南亚最高、最清楚的、最精准的。中国有一次不是随便乱发一两颗飞弹嘛，然后就打到旁边了，实际上。美国早就已经告诉中华民国说，中国的飞弹已经启发了。所以这些都掌控是因为乐山基地的飞弹基地，阳明山还有花莲的加山基地，另在那里花莲加山基地来对那里整个一座山里面可以有100多架的战斗机，那边都已经做得好了。然后台中的空军基地都是美国在，还有美国小学，还有美国邮局都在那边的。那像高雄还有台北的天母，这两个那么大的美国学校竟然拓宽到可以容纳4000个学生，已经好几楼已经快盖完了。中华民国的小学或是学校都已经合并越来越少，那为什么偏偏这个美国学校越来越多？就是爱准备美军的进来，美军进来，其实有至少有2000多阿兵哥已经在台湾了，所以这个陆续都已经按照我们秘书长控告美国以后才有这样的顺利，才有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来让台湾得到更安全。美国日本成为我们台湾的巨大的后盾，竟然有的说美国没有信用，怎么可以跟日本，我们又不是日本人，我们又不是美国人，奇怪了。他当然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来到我们民政府上课了，刚才没上课哪点了，所以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实际上很困难，请求我们来这以前也是有的困难，还是有的问题我可以改，没有马上改我们的观念。所以真正改变观念就是要看见事实才会改变观念，你要让一个人的观念爱改变实际上很困难，但是实际上事实跨掉了才会改变这个观念。好，你看当时我们看
整个的公教人员1991年的时间，他们统计以前的这个，你看有那么多一，哇，好多省哦，竟然台湾干那背耶，公教人员的不，这不是在中国，这是在台湾呢，台湾578个公教人员录取，内底干那背的是台湾人，安尼凄惨无？哇！我刚听我们的一位同心，他用一两分钟来讲一下，来帮助，因为我很抱歉，我喉咙一直让你们烧瞎烧瞎。我们听一下，刚刚我听到他得到的一些的数字，你都啊搞讲的，来，请你讲一下。有一些资料的，你们愿意讲，你可以，大家吼凶。谢谢各位同学。我刚刚讲了一些这资料，就是说，日本人来台湾大概嘛是50年嘛，吼。那么中国，国民党来台湾，我超过50年。那么在这50年的这中间，日本50年啊，跟这个。中国政府50年的这个中间，台湾大学的教授有如统计，到底什么人错？伊诺基、快木错较济。快木里面有分成两种，一种是白，一种是红的。红的就是美利基，白就是伊诺基。伊诺基是世界上好的材质，木材上好的。那么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呢，伊无要想要伫台湾，将台湾的资源尽量用的钱款下就要落跑，无想到讲落跑袂惊，个死掉的即马个死掉的台湾，你来坑我们的钱，啊错话者，又统计开，国民党错50年比日本错较济，日本人错一丛树啊种5丛，国民党错一丛是边啊打死几落丛。真正要求哦，这统计出来数字是不能够接哦。那么国民党错也错偌济，较早诶拖拉库哦，上届多25栋啊，但是伊个长度拢有293万台，293万台到底是偌济？那照咱的中冠路安尼，一只安尼个摆23年安尼啦。台湾摆23年，安尼错遐侪树啊！啊，错树啊，错错，即卖要安怎？无地交代啊，山甲放互倒啊！即卖近期的几一二十年来嘛是安尼哦。啊，比如讲我，海拔2600公尺以上就有啊。啊，我比如讲我过去打这个山，啊，我就。关山勾结啦，啊，落山腰处啊去找，即马机还足厉害。一去吼，因个即丛树啊，甲找来以后，点遐留一片吼，啊，才甲栽落。啊，栽落的时阵，头啊是用拖拉机落栽，喏，太太。啊，即马有人去检举以后，袂使啊咧，袂过关啊咧。即马用个游览车伊会去特制，游览车伊啊下骹。好，有一个空档，即马撩一片来的时阵，拢甲唱掉个游览车队啊！啊，即马要过关来检查的时阵，你去检查，我车顶个空空啊，就去看到真正拢无，会拢唱掉个呀！安尼食甲无去，啊无去变怎？啊，我过个啊，我这个山有100丛啊，我你甲食甲无去啊，变怎？足简单个，迄个放个多，啊，一个多去安尼啊。就是一笔勾销 ，OK， 安尼都无啊，谢谢。哦，请坐下。真的有这样的数字啊，真的是很惊人。所以，我刚刚所讲的，它
本质就是这样嘛，都是造成土石流。好，这是因家己兜的代志，因兜的代志了。那高沙族部落会议，他们自己有成立，结果弄不好。这不习惯中华民国的入法，这不是我们在中华民国征修条文的法律，这是你们自己部落的，所以这也是不好。那今天选举制度也是赶快提名的，一个提名被提名的，最后假如说碰到他的问题都不敢接触啊，所以法官碰到谁，碰到有权势、有钱势、有权又有钱的人，法官都会歪歪。那我谁改的代志？你看，一个法官可以判无期徒刑，然后另外一个法官换以后就变成无罪，全世界有无？干那霸道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哦，是干那中华民国尔。安尼，咱台湾民政府有无？鳌拜就是爱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好机会。你看酸顾说、哦、我们也参加、哦、我们教会的人也是参顾阿比总统，这样动算这样好不好，好啊、哦哦、感动的、哦、这样给我连任，在连任的时候中华民国的国民要改掉，然后中华民国宪法要改掉，自己制宪，这样好不好，好啊，大家鼓掌的，我有的感动的老白塞呢，结果老白塞他自己现在已经老白塞了，好可怜。你看，因为都大团结，这个都是荒唐的。那其实起来有志了哈。李登辉以为是民族的国父，还早了，也是国民党了。其实。李登辉秘书长也跟我们讲说，因为李登辉告诉他、告诉我们的秘书长，咦，你是学习那个战争法，研究看看咱台湾可以 出去看有没有什么机会，看有什么活路，有什么活路可以走到国际上。结果我们的秘书长才开始认真学习研究战争法，所以秘书长说真的是天佑台湾这样。好、啊、其实1922年以后，以前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，你看对凯西就已经贿选了，本来是586人当选，超过这个数额才会当选总统。竟然为着会当动算，所以一个人发5000块，5000块现在也是不止，我还没算过他的纸到底现在多少。刚才嘛是几万块，还是几十万，不知道。所以你看，以前有这样的选举，安尼无怪。中华民国就是贿选宪法嘛，对头到今日，赶快，国民党、民进党、大联党也是赶快，所以最近不是他们在民主吗？什么 act 来 act 去，哦，一次都是 act， 哦，然后那边又一个 act， 哎，我们打烊的 act 是被吊死了，你哎哎哎哎，好、哎、像、哎、差一点吊死了，以后真的会把它吊起来，让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把它吊起来，安尼好不好？给他们哎来哎去、嗯，你知道那个美国都吓一跳啊，选举的人还有钱还可以收啊，哦，只要5%门槛超过。
一票30块，政党50块，每年啊，那政党是每年，难怪有的人就已经得到10几亿。这个都是贪赌的代表作。有没有一个人判刑？没有。奇怪呢，这就是中华民国了。不但刚刚我们的同心讲的290万的土拉古，哇，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，哇，刚才林世业哪点呢？还有行政部门呢？我以前听到这个是明呢，还有暗的呢，我唔捌听过什么暗呢？还有五省，还有预算呢，预算还追加预算呢，还有比那个本来的预算还要再多，奇怪，这个到底有没有写数学啊？主就是贪啊，没有别的。你看这几个啊，你看罗刚像你可怜，终身劳工，这个只不过是才几百万，那但是公教人员呢，几千万都有。你看，连被判刑，然后本来已经纠正的，或者是弹劾的，他还是可以拿到，剩下几天还可以拿到这个，哇，这都是难怪说会破产的，已经超过几兆，现在我们在吃子孙的钱了。担心台湾民政府会不会做成这样？台湾民政府可以阻挡，一旦周动，所以你我为什么参加训练？我们就是要阻挡这些中华民国的这个霸道跟恶质。只有台湾民政府起来，才有台湾人民才有希望。安尼有相信不？有相信不？所以我们更加的加倍找我们的亲朋好友，虽然咱的亲家不相信，记住少年人，你们这个Facebook， 你们尽量善用你们的 Facebook， 还有你们的 Line， 那这样去介绍你们听的，这样他们才有机会，才可以阻挡这些贪赌的。你看，本来被判几年，结果无罪了。在南投县的仁爱乡赛德克族，李鸿源当内政部长的时候，你看民宿135，全部135家，那真正合法的只有4家而已。就给那些厕所，他们那些污染的水已经跑到部落的水，真的不能吃啊，不能喝。请原谅哈，假如你们住过这个亲近农场的，你们也要注意一下哈，因为整个的污染的水已经跑到部落的那边，他们在抗议，无路用啊，让游行抗议有效不？无效啊！你看我们，你看这边窃窃私语。你看整个的中国人退伍将军里面，你看计就6108亿，30年吃掉了6000亿，然后这些本来国防部给他们的陆军总司令啊，然后他们有一个上将村，本来当时一品8万元。结果换到他们的自己的家再转卖，一平多少？100万，今天是不拉了呢。那时候2011年呢，今天2015，你看一定不止了。这些都是上将村，难怪
不是说全部台商了哈，有的台商跑到中国，听说还有什么奶村呢、啊？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制造的，都是破坏，把我们台湾的钱，然后送到中国，啊，中国又要恐吓台湾人，这真的是斯德哥尔摩症了。好，这些中国人也是一样，年终奖金总共至少上亿，你看，都是吃掉我们整个台湾人的。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么多的整个他们的终身俸，那么多好的享受，让台湾人老人或是那几个在 Q 那个什么破铜烂铁的都是台湾人，那结果那些中国人难民营的在那边爬拉劲嘿咻一吵，然后又在那边弄砖头，又在那边赌博，都轻轻松松，他们一个月至少17,000到19,000的慰劳年终啊，好像老人年金，那让台湾人偌济3,000-6,000，那有公平不？无啊，所以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一直继续下去？听到真的真疼呢。心疼心痛呢，所以唯一阻挡的就是让台湾民政府，所以让唯一的能够赶出这样的事情。你看福茂货贸其实不必经过立法院通过，因为中国知道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啦，是地区而已啦，所以什么是协议书？干那报备而已了。真正的条约，这个国际条约是要经过整个立法院、国会、参众议院逐字条例在那边审查。那个是条约，但是协议书因为你不是国家啦，所以马英九他们国民党高官的。一清二楚，还要给你在立法院跟那边争来争去打来打去，有没有在谈？现在有没有在谈？不变啦，你看看起来都是这样，实际上他们早就已经握手了。那今天中华民国也是已经侵入到宗教团体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台独分子去抢的。我是台湾丁洛教会的牧师，我以前也是台独的，但是发现我两次去联合国去抗议，有好不？嘛无好啊！有啦，迄、那个建筑物底下顶头呢，顶头呢，我们在加入联合国，加入联合国。然后我高山族在跳，嘿哟嘿哟嘿哟跳舞啊，在那边跳舞，有好不？无好啊。所以今天长老教会也被姚嘉文这一派独派分子操纵了。所以我跟几个牧师谈，你们真的要特别注意，台湾民政府的时候，你们遭殃了这样。当然我没有去恐吓他们，因为我都认识嘛，那都是牧师，但是事实就是你们要更清楚，结果他不敢研究啊。那今天很清楚我们日苏美战，但是他们以为说成为独立的国家，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目标，结果也没有跟我们对谈，也没有跟我们秘书长面对面好好研究、好好谈，或是对质，拢无，都是邀请这个姚嘉文，还有他的秘书长，这个就是台湾共和国联盟的他们成立的，就一直影响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那
整个都是以为是说是哦，这个整个他说台湾，他们说哎，让我们有 passport 啊， passport 就是一个国家又可以出国哦，给你送而已了。这是美国只不过是按照台湾关系法给我们出去，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哎，出去 有一些的自由。那实际上真正的护照是一个国家的护照，是不是黄色红色以外呢，那绿色是不是国家。所以中华民国的护照绿色的不是国家，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底下送你。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法理台湾，所以以前都是政治台湾，那今天都是法理台湾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爱扣烂的台湾民政府，所以今天我们秘书长很辛苦，他把生命把我们带领到一个最有价值的一个生命的一条活路。虽然对秘书长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或是负面的论述，秘书长都不去回应，因为只有继续进行，继续走，走到今年正月月底，今仔日的这个月的月底，我们再一次最后祝福我们的秘书长，也祝福我们台湾民政府，控告美国，然后让中华民国赶出台湾。这个很大的控告，你能够把说赶出中华民国，不是对国际法，假如不是按照国际法，不是按照万国公法、战争法，哪来这样的控告美国？转世界，转台湾人，有一个有没有像我们秘书长控告美国？有无？有无？秘书长性命来锻炼烂，那我们不要让他更辛苦，我们不要让他身体，我知道他真的很辛苦，那我们都会调来调去，那所以我们应该，你我既然参与烂的台湾民政府，我何欲要恰令来分担让必须定的十字架，因为他在背台湾的十字架，我们也一起分担秘书长的十字架，这样好不好？请多谢兄弟祝福您，让我们能够拼命，真的是出头天，多谢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哈，餐厅用餐。餐厅那边用餐，中央教室还在上课，麻烦从外面绕过去，中央教室还在上课，麻烦从外面绕过去，好，谢谢。